当代艺术联展在台北展出，集结五位当代艺术家的创作。这次联展有木雕及绘画，不仅呈现了当代台湾艺术的多样面貌，也是对当代台湾艺术发展的一次深度探索与诠释。透过多元的艺术形式跟思想，带领观众穿越现实跟想象，也引导大家深入思考现代社会的欲望与虚幻。